收到陪吃订单。走。你好，是你点的陪吃服务吗？呀，宝贝，你来啦。请问你有什么需求吗？没有没有，陪我吃个饭就行了。谢谢。你怎么能吃巧克力呢，乖乖？来，你吃我这个。宝贝儿，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吃饭的时候不能把手手放在桌子上。你看你都掉头发了，不要吃那么咸的了，来吃点清淡的吧。这也太不好意思了，你喊我来还让你这么照顾我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，我在家都是这么照顾我家狗的。这家餐厅不让带宠物进，所以就叫你来啊。 Hello， 找小哥哥陪吃饭。走。你好，是你点的陪吃吗？待会儿冒充我男朋友给你双倍工资。这是你的新男朋友吗？我看也不怎么样吧。你好。你是把穿的吗？力气这么大。我杀猪的。你跟着小白脸没有什么意思，不如跟着我，这是我新买的车，送给你。哎，不用，这个我多得很。你这是打火机吧？你以为它是打火机，其实它是剃须刀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不用。你想说这家店是你家开的吗？不，既然你买单的话，我再多点几个菜。收到陪吃订单。小哥哥，是我点的陪吃，有个男的一直缠着我，你能帮帮我好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跟我走。我和女朋友的事儿与你无关。我不是他女朋友。听到没，快滚！这餐厅是你开的吗？喂，我要买家餐厅。什么？流水不够，还差十万。一、二、三，现在赚够了吧？哇！老板好。哼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果然很有钱。演得不错。谢谢小哥哥。收到陪吃订单。喂，你这么早就到了？我刚到，是你点的陪吃吗？对啊，你随便吃，吃不垮我的哟。像你这样的女孩为什么会找我吃饭啊？新鲜啊，我刚高中毕业了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当然有啊，我想买台 PS4，然后换一身新衣服，然后坐飞机去西藏、九寨沟、迪拜、伦敦、巴黎、夏威夷、复活节岛、哥本哈根。你呢？你想去哪？我大概想去厕所吧。收到陪吃订单。走着。请问是你点的陪吃吗？果然，离开我这个大美女，你就过不下去了吧？前女友，一个小时99，友情价699，现金还是转账 ？No， 十碗螺蛳粉，加辣加酸笋，给我吃，吃完再结账。你想搞死我啊？就你这个样子还做陪吃，小命都被你玩完。其实当初你给我道个歉，我们还是可以。我要结婚了，他对我很好，这个是请柬，希望你以后找到更适合你的。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收入699减去水里800，还赚299，开心。我吃饱了，那个哎，我先去前面结账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先生，你一共消费1888元。不是，他刚刚去给钱了，我没钱。保安，保安。喂，没钱结账就留下来刷马桶。当然我们老板娘说了，如果你愿意留下来当老板，这钱自然是可以不用给的。你们老板娘好看吗？老板娘好。我愿意。姐夫好。